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今天是12月21号，天节优城在领的第几次联动？反正是国风联动了。然后这次是这个青蛇篇。那青蛇篇目前刚才有玩到前面两章的剧情的，非常的好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棒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抽个卡吧，希望可以抽到小青。来助助兴吧，小青青，小青青，来助助兴吧。啊，聊天室忘记打开。好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第十抽都是这样的。咱们第二十抽。老规矩哈，都画这个。哎，完了，我有不好的预兆了。哈哈哈，来助助兴吧，拜托啊，好晃哦。要40抽了，GG了，GG！不要啊！我要留着抽二周年的角色哎。抽青娜，青娜，青娜，肯，啊！救命啊！我不敢按了。啊！我不是台服才刚抽30抽白玉堂跟展昭吗？好烦哦！要50抽了啦，唱这么难听，还要我出来，羞不羞脸啊？来了，可恶，没有光啊，没有光啊。这个不是我要的光啊！第60抽了，拜托啊，给点面子吧，给点面子嘛！啊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这样子，我要怎么演？但节目效果演不下去啊！我这样子，哎，我这样完全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抽中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哎，白痴哦！这样有算有算有算，这样有算，只是不是你不要卡在这么尴尬的位置嘛？不是，万一我有中，我要怎么弄出那个我那个惊喜感就没了、啊？不是的、啊，哎、欸，不是他卡住啊！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我到底有没有中？没有加到，等一下，没有加趴数是有还没有？刚60抽，他没扣到，还是70抽，他没扣到，确定一下。哦，吓死我了，没扣到，没扣到。他刚有没有算？他刚有算吗？
应该不会，没有，应该是没有了。没有，没扣到，没扣到，没算，没算，不算，不算。结果刚刚有踩，现在没踩，我会哭哭哦。好，虚惊一场，没算。好，在这一次才第60抽。好，不要当了啦。哎，画的不是很好。哎，不是啦，哎，喂。不要闹了，还来啊？啊！啊，我抽就当。啊，我刚刚在弄角色的时候不会当，又变亮了，然后又空白。啊！中了！啊！扣啊！扣啊！他扣了！等一下，这次有扣。啊啊！你加趴数啊？等一下几抽有趴数啊？我忘记了，几抽有趴数？干你娘嘞！法海啦，法海啦！你老师嘞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说的刚刚那句话，我不应该骂脏话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收敛一下。刚刚他我心情不是很好，刚刚他我心情不是很好，唉，第60抽中法海，大卫天龙，好，我看他，哇，他这个后面的光，后面的光是怎样？我没有想到是这样子，哎。因为我没有听到他语音啊，我就是要听他语音啊啊！结果他今已得到前世之事，不，哎，好烦哦，无所不用，今已得，若是将生存视为永无止境，哎，我刚才在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剧情里面的许宣，他是出家当和尚，他会不会是后来的法海？欸，他会不会这样编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猜的。好，再来第70抽，拜托啊，不要再那个了。哈哈哈。啊哈哈哈哈！可恶！啊！你在画什么？乱画！不管，我一定要抽到。谁给你五星法海？不要闹！换一把剑，爱心好利啦！几抽了？好，还有120了啦！直接画一个苹果，我也快出了，我也快干了，好不好？可恶！好，现在是130抽。拜托啊！我每次在拜托的时候都会不会中，我那种随便抽哦，不在意的抽都会抽到。有了，唉，一二三四五六，
第几个？又太快了。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嗨，迪克里斯，大威天哪，不要闹了，完蛋了，我不敢抽了。该不会又要？我不要啊！哎，你老师哎，是没有被骂过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头好痛哦，我头好痛哦！现在几点了？11:30。我看到他心情就很不好。好累哦，我心好累哦，我心好累哦。130抽第二次法海，随便的啦，反正已经没有了，气死我了。抽爆！我好累哦。哎，怎么办呢？所以我才说要先玩活动剧情嘛。因为有可能抽不到，哦，哎呀，工读生，工程师是不是在后台？第几个？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哦，又是一只，又是第七。刚刚第七也是法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我不要，又是第七个。来助助兴吧，小青。小青，来助助兴吧，小青，拜托啊！干！不玩了！干妈的！干！啥鬼啊？什么啊！哦，怎么第七个？我不玩了，我不抽了啊！干什么啦？真的是，我刚超难吹荧幕的，我刚忍住了。哦。大威天龙，不抽了啦。哎，我没有希望了。你当畏惧的
是你接下来的零件。我超畏惧的，我好畏惧哦，我好畏惧哦，你不要这样讲，我话说到你，他呛我，我好畏惧哦。为什么每一次都这么刚好？我抽小雪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还嘲讽我自己的。啊，我不要抽到法海啊，怎么办啊？还不要抽？哎，哎，对，我猜不到我会抽到三只法海。好，再抽二十抽了。这个不会中的啦！我累积这么久的量，然后现在又给我卡住。好，心好累了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那我们先玩剧情吧。也就是说，每次第七抽都同一个位置的话，就是同一个角色，对不对？没办法啊，就真的很不爽啊！但是有还没有？看起来是没有，没有，好，没还没扣到啊。他没扣到，哎，他是故意的啊！每次都这样，这么刚好，每次都这样都会转圈圈。好，刚才又没扣到，刚才又没扣到。哎，啊，我怎么十抽都不行？好可怕哦，路飞，我好怕哦，我畏惧了啊，没有，还有没有啊？总而言之呢，先目前先这样子，然后法海的话，就是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刚没画面，就是这样啊，反正技能就是这些嘛。之前的技能影片已经介绍过了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案，有没有这个夺舍的背后的人，像不像许轩呢？我现在会不会爆大雷啊？好了，反正这样，反正就是目前是210抽吗？210抽中到三只法海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没有抽到小青，哎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时装的部分长这样，这个还不错啊，这个时装还不错，还可以啊。好的，就是这样，出师不利，中到三只法海，没有小青。